让大家伙儿陪祖奶奶散散心。祖奶奶呢常提到那天见到的那位漂亮的刘家大小姐呢总老见不着啊，所以今儿个桂姐斗胆拉着您跟素莹来作陪，论起来有些失礼。哪的话呀，祖奶奶开心最重要了。您宽宏大量，桂姐就宽心了。哎呀，平雅这一走啊，真的要使祖奶奶性情能转过来，得赶紧另添一件喜事。要给静雅办喜事，谁家？嗯，是有个考虑，可是不晓得人家对方的意思，还不好开口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们家大少爷也快要娶了。是啊。嗯，那素云呢？恐怕媒婆进进出出走不停了吧？有是有啊，不中意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素云你是知道的，总得要门当户对，才情出众才配得上呢，当然得要官宦人家了。你们金雅总不能娶一个普通人家的女人吧？那不好。刘夫人，您觉得金雅怎么样？你是说金雅跟素云？素云小姐，其实我们是挺想跟你多说说话的，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应该可以好好相处的嘛。也许大家熟识些了，一些不必要的芥蒂就可以化解开了。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就以茶代酒，咱们大伙喝了这一杯之后，就和和气气的做个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以茶代酒，来来来。顺雅，举杯呀，别再闹小孩子脾气了，做个朋友不是很好？素云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那他下次对我说话不能那么冲哦。只要你以后别乱发牛脾气，我也一定不惹您生气，可以了吧？你不信得很，我姓牛，天生啊牛脾气，你爱理不理。你，哎，还要我怎么样？一点风度雅量都没有。我是没风度啊，可是我也不虚伪，我不故作风度。金香，跟娘讲一声，我头疼，我们先走吧。是。哎，素云，我送你。哎，没想到，还是又得罪了。他这小孩脾气真难伺候。哎，不是你，他是冲着我来的。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我知道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木兰，我……我们去找铁人他们。哎，木兰，哎，木兰，你听我说嘛。嗯，你要敢说，不怕连我都得罪了。木兰，毒毒真毒啊，今儿个被杨木兰算计了，您还不清楚？人家是摸清楚您的性子直，虚情假意的来交朋友啊什么的，您也虚情假意回去嘛，怕什么？您这一翻脸不就显得他有风度您没有了吗？顺雅少爷不就更不准提他，谁稀罕他？从小到大就没有想娘不把我看在眼里。他为什么不死掉算了？我怎么不死掉算了吗？他为什么不死掉算了吗？死金香，你怎么又忍
人小姐哭了，你看我打死你。夫人，金香哪敢呢、啊、金香正在劝小姐呢。怎么了官娘？你别管。曾顺雅，我当是谁呢？又是那小子得罪你了，甭理他。我看呐，你们俩是没缘。你看金雅怎么样？金雅，金雅比他有眼光。这就对了，今儿个甄家来人问我，想跟你们俩成亲。谁呀？当然是金雅了，谁都瞧着你们是一对儿。我不嫁。我不要嫁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不要嫁了，你快去回了他啊。什么？那你还是要顺雅？这家我都不嫁，我不嫁人了啦，我要去当尼姑。素云，我是来陪体人问邢一文的。哦，他人呢？怎么没人招呼？刚才有位姑娘去找他去了。哥也真是的，明知道您要来陪他念书，还不见人影。我哥就是这样子，您要多原谅他，家教不严，常有失礼之处。哪里，体人其实本质不坏，就是还贪玩。家里面有能力送他出国念书，他还在犹豫，实在可惜。换了别人，这可是求之不得的。就连我跟妹妹想多念点书，家里也不肯。不是听说令尊教你们念了一些书吗？那是他闲时无聊教着玩的。就像傅大爷在天津办的女子公学，他就不准我们去了。真恼人。你觉得女孩子去念洋学堂就真的伤风败俗了？哪里会这样，念书可以增长见闻。自古以来，女人就是不让念书才会变得这样没有地位。怕是倒过来说才对，正因为我们女人没地位才不让念书，怕我们念多了书想多争些地位就不好欺负了。的确是这样。您跟傅大爷熟，如果下次他回北京的时候，你帮我跟莫愁说说话，让我们两个去念书。好啊，一定，我一定说。那先谢谢你了。不必跟我客气啊。哎，你们聊，别让我打岔了。我是来说一些呢，待会儿家父来了，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切磋了好一会儿了，帮我哄一哄他，我有事，哎。哎，木兰，你帮我招呼一下人家啦，啊！哎，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没关系，孔兄不会见怪的啊。哥，去叫老爷把他押回来。我哥要是像您，那就好了。人家来陪你读书，你倒来陪小狗洗澡晒太阳，你快回去好不好嘛？哎呀，银萍啊。陪你玩比念洋文有意思多了，你不要赶我走嘛。哎，银萍，你不要躲我嘛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出国了，好不好？畜生！娘。别护着他，我说让他出国就让他出国。哼，再待在家里不但毁了自己，还把人家都毁了。哼，娘，如果您真为哥好，您就得狠下心来。娘，我不管，我不要出国，我不管。没见你爹气成这个样子，这回娘也拦不住。我不管，我不要出国，娘，我不要出国。知道，我知道。
没见过这么不识斤两的丫头，要是每个下人都像她这样，那还了得？你可得行行好啊，可别坏了姚家的名声，更别害得咱们这些丫头全都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青霞姐，你就别说了。老爷交代的，陈妈这几天住过来了，帮着打点大少爷行李。要和大少爷出国？是啊，老爷可给吓坏了。陈妈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凡事可得警醒点，寸步不移地跟着银萍听大少爷使唤，准没错，可别有个疏忽，再有个差错，那你就害人害己了。没关系啦，咱们去去就来，这儿有乳香帮忙打点着，您怕什么啊？哎呀，走嘛走嘛，没关系啦，走啦。哎，乳香乳香，你赶快到外面看着点，有人来就叫一声。可是什么啊，我平常待你也不薄啊，快去嘛。银萍，我明儿个就走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你等我回来。我也不知道要去多久，反正不管一年两年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。你答应我，等我回来好不好？只要你不变心，谁也赶不走我。傻瓜，谁会赶你走啊？反正你走了之后，要我出这个家门，除非抬我出去。哎呀，死啊死的，你也不怕我心里不安呐？快别说这种话了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一定跟着你死，真的。不许人家说，你自己就说。少爷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哎，你不要叫我少爷，叫我体仁，我要听你叫我一声名字，叫我体仁。你叫啊叫啊，快点嘛，叫啊，你叫嘛，叫嘛，体仁，银萍。哭，有他哭的份儿。
铁人都是被他害的。我看不快点给他嫁掉，咱们姚家哪得清净啊。您放心，几人一定会学成归国的。是啊。虽然几人现在不在家了，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常来啊，陪老许说说话。我一定常去给老爷请恩。好。真的，你一定要常来啊。当然。来喽。立夫呢，是副监督得意的同乡弟子，才学有见识，老爷过奖了。你们多跟他做个朋友，会有注意的。孔兄多指教，多指教，彼此彼此啊。能不能介绍几本书给我们看？哦，有一本新书是，梁任公先生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思想蛮新进的。啊，就是您送铁人那一本呢、啊？你们看了没有？正在看。嗯，不过有些观念还不大转得过来，不大懂。就是说嘛，偏偏哥没看，也没法叫他说给我们听啊。那没关系啊，等我们看了以后，他说给你们听也一样，就和小时候一样。小时候我住过他们家，跟着他们两兄弟上私塾学认字，好有意思哦。啊！看到我们你不会让路？哎呦，是不是？看得分明着呢！这是大马路啊，不是跑马场啊！哎，你们撞了人还怎么样啊你？啊！笑话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敢管咱们牛家的马车，他跑得多快多慢。我看你是瞎了眼睛了啊！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你老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打！咱们别管。路见不平，众人踩。我来，报数。哎呀，你们这两个丫头，让你们再念多了书，更不得了。我打。是。哎呦！你以为在大街上仗势欺人，就没有人管了吗？啊！你是谁？你敢管我？哎哎，牛少爷，牛少爷。李福兄，算了算了。牛少爷，你是堂堂大少爷，度量大，一点小事就算了。跟这些闲杂人等计较，有失身份的。哼！啊！对，这叫丢脸。哎呦！木兰，你也来了。进来你还好？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要你管呢。少在这里啰里啰嗦的啦。咱们走了啦。哎呀，素云呐、啊，哎，车轮坏了怎么走嘛？哎，我刚巧又碰到木兰。哎，我们马车在那头，坐我们马车走。不要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不急不急嘛，是不是？哎，素云，等一等，你们撞了人家就这样走了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要赔啊。对，要赔。
我说你们管的事也太多了吧。素云呐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嘛。木兰她说该赔这就应该赔的，是不是？没错。素云，坐我们车子走吧。你休想啊，哥，你走不走？好暴躁的一位千金，果然是一家人。您不知道的，是有原因的。可与我无关呢。爹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先下去，把门关上啊。已经决定给你提亲了。谁呀？还会有谁呢？当然是牛素云了。还会有什么不好呢？再也没有比这门亲事啊叫我得意的了，门当户对啊，好。金雅，这门亲事呢，可是老爷精挑细选、郑重考虑过的，而且牛家的口气也很大，错不了，听老爷的。你是怎么跟爹回话的？我能说什么呢？你答应了，你真的愿意娶牛素云吗？哎，你就跟他说你伺候不起他，叫爹找另外的人家。咱们找桂姐商量去。我跟素云的婚姻，根本上是建立在曾刘两家的利害关系上，他也没办法。桂姐一定有办法。是有一个，你娶她。我才不要呢。反正桂姐说的，木兰跟素云两个不是你要就是我要，大家心里都很明白，你受不了素云的脾气，只好由我受了。如果我坚持要娶木兰，把牛素云留给你，你愿意吗？应该谢谢金雅，她成全了你跟木兰。哥，我不用说了，我不是为你牺牲的，我是被爹牺牲的。其实谁不一样，大嫂也不是为平雅牺牲的，你也是被我们家牺牲的。你怎么这么说？我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认命，我也认命，我就是不心甘情愿，我也不能改变这个决定，还能不认命吗？这个时代有谁能够为自己的婚姻做主？娘平常是宠你惯你，可是这件事儿可不能依你啊，依了你就是害了你一辈子，到头来要怨你爹娘可就来不及了。现在你爹已经答应人家了，这日子也已经定了，
咱们可是有头有脸、有名有望的人家，说话可不能出尔反尔啊。这事儿定就是定了，我不答应。哎，小姐，总是个喜事儿，您就别哭了嘛。喜事儿？屁了！说什么宠我、惯我，到头来还不知道逼我，也不管我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们总是为你好，你就相信他们一次吧。金香说的没错。你们都是一伙的啦，都不帮我。哎，妹妹，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别哭了。哎，我带你去玩去，还是你要上哪兜风都可以嘛。这事儿，这是没你的事儿，这是出去玩。哎，哥。妹妹，现在木已成舟了，你就别别扭了嘛。这种拗脾气会害了你一辈子，你一定得改一改。你静心的想一想，你跟甄顺雅是已经海誓山盟了呢，还是你们处得多来？他算老几啊？就是了嘛，你对他就是一个不服气，不管你是冲了他，或者是姚木兰，你现在自己拗自己，这有啥意思嘛？你想一想，甄家的老大死了，那个乡下寡妇在甄家无足轻重的。论起来，金雅便是甄家的长子，将来甄家的大权是落在谁手上呢？谁嫁给甄金雅，谁就神气。你现在怄气要嫁给顺雅，那将来你要怄一辈子的气，你能受得了吗？这算幸福吗？爹娘考虑的没有错，要嫁就嫁给金雅，做个堂堂的二少奶奶，大权握在手上，神气快活一辈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嫁给顺雅，拱手让出你二少奶奶的地位，一辈子让姚木兰骑在你头上，这口气你咽得下吗？我没想那么多嘛。妹妹，等你想清楚之后，你会欢欢喜喜的出阁。传统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不好的传统便是陋习，所以啊，梁任公便写了这本《新民说》。《新民说》的意义呢，便是希望能够把中华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、有活力的民族，希望大家看了书，思想受了影响，把一些陋习都改过来。要改，光写说也不是法子，应该要有具体的做法。最好是朝廷下旨叫大家都得改，那不是更好？当然，由制度上来改那是最好的。嗯，难就难在清廷里头保守势力范围太大，像康有为、梁任公维新失败，也只好逃到海外去。光绪皇帝有心无力，慈禧太后又擅权懒政，清廷根本不可为，恐怕只有靠哥。没关系，她们姐妹俩我信得过。你是说革命？我爹也蛮同情革命的，你别担心那么多。丽夫，你是不是也想出国留学跟他们一伙？我想是想，像我这样的家境背景没这个环境，中学堂毕业以后只有一边教书一边在家自修了，出国对我是不可能的了。
像我哥哥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原来我们的处境都一样，念书的心愿都无法如意。余为心明说，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。腐败，嗯，堕落。堕落，嗯，对，堕落，堕落。来，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。对。姐，咱们这样学太吃力了，得要想个法子让爹放咱们上学去。要慢慢来，咱们慢慢跟爹磨，再加上有傅大爷、孔少爷帮咱们敲边锣，爹迟早会松口的。嗯，但是问题不在爹呀，在娘身上。就是这样我才急，娘现在一心一意只打算早点把我们嫁掉。你猜她今天怎么了？她跟珊瑚姐说，好啦，现在曾静雅成了亲，再来便是顺雅的木兰喽。怎么办呢？逃不掉了。姐，你到底觉得顺雅怎样？我也不晓得，不过她也蛮好的，温了点，可是性情平和，也有她的长处。嗯，就是。若是没有孔立夫好，嗯，哎，不能这样比，个人头顶一片天。可是还就是孔立夫比较好。我喜欢他们的大派自然，没有一点富家千金的习气，好学问，有想法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说的没完了。你哥，娘和他们姚太太挺投缘的，我们叫娘常带咱们去他们家坐坐好不好？你们是该常去啊。那你呢？我，哎，环儿，不要替哥哥奢想什么。他是有人家的。他？哪个他呀？你又淘气了，你是知道的。他从小跟甄顺雅是青梅竹马，而且两家又是世交。那又有什么呀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他还没定亲，只要他对你有好感，又怎么样呢？我呢？我现在又能有什么打算呢？我们借住在此，身无横产，我学业事业又未成，目前我又能考虑些什么呢？
哥，那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前门一直摆到正厅，都还摆不。要你来讲，下去，小姐没那个心情。去去去去。没想到，我一个大小姐，跟个乡下寡妇没两样。你要嫁谁，也不能自己做主。木兰，我一个人惯了，而且有小喜儿陪着我。好吧，那改天我们再聊。精神来陪我们，何必呢？我也知道，可是我一想到他一个人冷冷清清。木兰小姐，咱们可真是有缘，又见面。您好，我们正赶着要去陪曾家祖奶奶看戏，失陪了。哎，别走嘛，那边怪无聊的，坐下来咱们说说话，多有趣儿啊！牛少爷，请别挡路。站一边去，一个丫鬟也在跟我说话。木兰，一回生二回熟。牛少爷，丫鬟也是人，请您对她说话尊重点。这倒是新鲜，听说你们姚家对下人都很好，哎，尤其是你哥哥啊。你少胡说。哎，这满京的人都在说，怎么说我胡说呢？其实嘛，别理他，咱们走。哎，哎，哎，你干嘛？那等，哎，你放手，放手啊！我可是你们家舅爷啊，你礼貌些啊！你也晓得啊，这里可是我家哦，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呢、啊，你像话点。顺雅。你这就算不是对待舅爷之道，也算待客之道嘛。哼，难道就准你看上他，我就不行？好，曾顺雅，我告诉你，他我是要定，明儿个我就叫我娘再去提亲去，看你争得过我。已经精神不好，待在这也不是味了，回家去吧。叫乳香陪你回去。嗯，不，不必了，我自己回得去的。Thank you.
蛔虫呢，是您跟姚夫人提，还是我？你费点心吧。牛家既然提了，咱们可提不得。哦，什么？哎呀，稍安勿躁，此事呢得从长计议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哎呀，哥，这回要帮我，我一定要把姚木兰弄到手。我现在说不出。哎呀，我不管了，回家给你出主意吧。银萍呢？哦，我们打发她回去了。嗯，就等你们这边的回话了。静儿，这个男方的身世人品你都听到了，可没有半点委屈他的。你跟他比较亲热，你的话他还会听听。这几天你要好好的疏导他，说动他。还有，不能跟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，尤其是老爷跟两位小姐。木兰跟莫愁知道了会多事的。知道了，不过对他我说是会说，听不听嫁不嫁也只能由他自己了。银萍的性子你也是知道的。
是离人泪千行，盼重逢又怕见青丝染秋霜。